当你想在上海找对象，哎，师傅啊，在上海找对象怎样成功率高啊？是不是要条件很好才可以啊？侬不要去听网高头瞎吃的吧。上海有2500万人口了，青菜萝卜各色各样，不管侬是阿猫阿狗，总归有阿色侬啊。哎，我觉得我的相貌……好了，不要讲了，我眼不眨没瞎。侬才能把我长得来一样的，像只猪头山一样啊！但是侬至少也比我白眼。搿侬做啥生活啊？工资多少啊？会得照顾小姑娘伐？我是做 IT 的，年薪20万，会照顾女朋友的。哎呦，搿侬条件老好嘞！侬会哪能照顾侬女朋友啊？啊，用你们上海话来说就是我会吃皮。搿只技能口味蛮重的嘛，侬搿是叫开内循环了？是切片，不是吃屁。哦，迭个吃屁啊！我跟侬讲，侬迭个条件是相当好。那当年我谈朋友的辰光呢，也没啥条件，都好登了那评论区寻着朋友。你也可以试试看，哎，就制定的那个，匹配是相当精准啊。师傅，你当年没工作谈恋爱很辛苦吧？哦，真的是苦啊！哎，我收房钿，平常没啥事体啊，天天黏牢我，后头来我没办法，只好出来开差头，好不容易天天被伊黏了该了。大哥，我也想这么辛苦。